追求运动会当互脚甲手、头脑得到一定程度的训练。为了鼓励中辈多多运动，鹿港南市社区特别举办顶洲杯追求邀请赛，邀请二十多支队伍，超过200名选手来参加比赛，或者选手以及会友互相交流。二十多支队伍，超过200名选手共同前往鹿港南市社区，做伙参与鹿港112年度顶洲杯追求邀请赛的活动。为了鼓励长辈多多运动，鹿港南市社区特别举办顶洲杯追求邀请赛的活动，互选手会当以球会友，互相交流。咱就是要老人吼有一个运动的所在，安尼拍球吼，头脑嘛会较好，佮有迄运动的机会。欢迎咱各社区各乡镇来参加，有咱新竹的、各分林的，拢正支持咱。希望会当阁办落去。追求邀请赛非常热烈，镇长、李伟等人拢专工前来为选手加油，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发挥上好的表现，取得好成绩。那是哈，咱这来112年度哈。咱这镇长杯一个吹球比赛，非常欢喜，今仔来到咱南势社区，嘛非常感谢咱南势社区吼的一个筹措，会当讲吼来举办这来吹球一个比赛。那尤其吼、在我们吼、很多长者都很喜欢吹球，吹球是一项吼真温顺的这个安尼运动，会当讲吼安尼大家吼借着这运动来以球会友，大家来互相来交朋友啦吼，嘛感谢吼咱来地保公司吼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能够让我们能够来比赛这个安尼吹球，那真的跟他来组别非常的多，来自各乡镇，所有这热爱吹球的人士，相信今天大概以球会友再创一个佳绩。吼，鹿港镇的顶顶杯追求比赛，看到讲来参加的队伍真踊跃吼，嘛有外县市的来参加，可见讲追求是真个真侪人喜爱即个运动，嘛感谢讲咱南势社区来承办今仔日活动，由地保公司来提供即个场地，大家来参加，拢有一个运动的效果，看到咱的时段因为即个追求运动，身体好，精神好，我相信讲阮做事势嘛一定拢会甲支持继续来办理即个真有意义的即个运动的比赛。今天很荣幸代表王县长来参加我们鹿港镇长杯我们的吹球锦标赛。那今天总共有24队将近200位的选手，还有我们志工伙伴一起来到我们鹿港南势社区那特别谢谢我们的地保公司在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一个维护跟支持，让我们真侪咱的许多人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少咸宜的吹球场地一起来这边来以球会友，来运动身体这嘛是咱管政府非常支持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长辈可以更加了解咱对许多的这福利加照顾，嘛有一些外县市来的咱的许多来跟咱中华，来跟咱鹿港来这佚佗观光。虽然是比赛，但是选手的面上是看袂到压力，大家拢是用欢喜的心情做伙来享受比赛，感受拍球的趣味。新中华新闻出人前鹿港采访报道。